点事儿，冯绍峰倪妮上海逛街被网友直播。除了林峰和吴千语，娱乐圈中还有一对情侣也是备受关注，那就是冯绍峰和倪妮了。昨日冯绍峰在上海一连出席两场活动，而巧的是女友倪妮当天也有商业活动，两人难得同在上海，还不抓紧时间约会起来。这不，在活动的前一天，这对小情侣在上海逛街吃小吃就被网友逮个现行，一路微博直播了。昨天两个人在上海逛街，就一定会有网友在微博直播，对于这个会不会有困惑？我的心态就是想干嘛就要干嘛，我要去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逛什么逛什么，想拿太多东西来试试的行为和行动。我们一起约去哪里玩一下？OK， 好好，谢谢大家。冷白天综合报道。